先读书，相识相爱相处。出门前试试天气什么温度，好确定自己穿哪件衣服。不能不管天冷天热只管哭，别让人家说的只要风都不要温度。起床洗脸跑步跑跑跑，上班做饭走路走不走，逛街休闲读书读书，相识相爱相处。又一条情人节短信息。哎，若冰，你说他们这帮女孩烦不烦呀？这情人节还没到呢，这天天用这个情人节短信息来轰炸我。哎呀，我发现这人要是太有魅力啊，也不行。行了，知道了，都一上午了，不就是情人节短信息吗？瞧把你高兴，你看，至于吗？又一条。哎，你怎么又穿我拖鞋呀？去。五爷哥，大家好，嗨，大家好。Hello。哎，人呢？怎么着？就你们俩呀？啊？哎，明儿就是情人节了，你们打算怎么过呀？情人节，巧克力，玫瑰花。腻，一年就一次，怎么会腻呢？喜欢过情人节的人都说明他还不够成熟。哦，那你说那人家都过，就咱不过，多没意思呀。我今天来呀，就是专门来找你们俩商量。我就想咱们大家在一块儿怎么着才能过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与众不同的情人节。这事儿我不懂，你问他。从小长这么大呀，哼，这回我倒是真想认认真真的过一次情人节。就是刚才那几个情人节短信息给闹的。啊？有人给你发信息啊？我看看。哎，哎，瞎！哎呀，别看，不是都是我们公司那帮女孩瞎闹呢。都兴奋一上午了，刚才还说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哎，你还真别说。你说我既不是他们的主管，又不是他们的客户，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你说他们干嘛中秋不发，国庆不发，春节不发，偏偏要在这个情人节给我发信息呢？这还不懂啊？逗你玩呗。那他们为什么不逗别人玩，非得要逗我玩啊？说明我还是有魅力，我是 IT 业的精英啊。对对对对，你就是那 IT 业的精英。哎，这小丫头片子，几天不见越来越贫了，你跟谁学的？哎，对，乐天，你刚才说的这个还真挺有道理的。嗯，咱们确实应该在一起过这个情人节。对呀，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们这屋里所有的人加一起，再加上你，再加上小熊，一共是六个人。三男三女。对呀。哎哎哎，我可没打算参加你们这个活动啊。你看，若冰，你就合作一次嘛，反正你也找不到别人和你一块过节。谁说我找不到别人？哎呀，他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必须得参加，你要是不参加咱这就五缺一了。对呀。哎，对了，咱们这回啊来一次自由组合，就像我们公司上次那个爱心工程一样，咱来一个一帮一，一对红。一帮一啊，
一个啊，对一个，对呀、啊，好啊，我觉得不错，不错吧？这个、很好，怎么样？怎么样？哎，小娟，你想和谁一对一呀、啊？我还没想好呢。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和谁一对一。谁啊？美丽呀、啊！人家说啊，我跟谁都无所谓，我就是为了大家在一起乐呵乐呵。你也别光说我，你呢？你跟谁啊？我？嗨，我就更无所谓了，只要大家在一起开心就行嘛，对不对？哎，若冰，该你说了，你想和谁呀、啊？我不愿意和你们任何一个人结对。你看你，你看。这样吧，咱们呀抓阄，抓着谁就跟谁凑对儿，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梆梆梆梆，命运好。小天儿 ，Free water， 冰雪。啊 ，Thank you。看什么呢你？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乐天看逍遥的时候眼神特亮？没有啊。乐天眼神挺正常的，他看我时候眼神也挺亮的。我就说吧，你这个人自我感觉太好了。嗯，这叫自信。跟你说正经事儿呢，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明天在抓阄的时候照顾一下乐天的情绪？照顾他干嘛呀？让他抓着逍遥啊。那不行，这东西必须得相信命运。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可以照顾照顾你的情绪。你说你想和谁凑对啊？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参加你们这 party。 哎，那可不成啊，你必须得参加，你要是不参加就得有人当电灯泡，那多破坏气氛啊。你说这谈正经事儿的时候怎么一个人都不来啊？他们是不是买礼物去了？哎，亚俊，嗯，你准备什么礼物了？我啊，还没呢。哎，到时候再说吧，到街上瞎逛逛，碰到什么就买什么呗。我就说谁要是抓着你，那就算是倒了大霉了。哎，此言差矣，谁不知道我这个人是最浪漫的，我要是送礼物啊，就得按照送给梦中情人的规格办。只怕呀，你的梦中情人不领情，送礼白送。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我对情人节送礼物可是颇有研究的，我这些心得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喂，你好，啊，美丽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大家都等你呢。哦，你等一下啊，给阿军一电话。嗯，美丽。嗯。哎。这小丫头打到这儿找我，真是。喂，美丽，哎，你在哪儿呢？你得赶紧回来呀，我们这儿要开会呢。哎，我跟你说啊，每个人必须得准备一份礼物。哎，对，哎，啊，对，什么？你想要钻戒？这不是 你那事儿，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明天你不管有多少约会，你都必须得安排出一个档期来。不是，你要不来的话就得有人当电灯泡了。哎，喂喂，哎，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怎么说的？钻戒。哎，美丽让你给她买钻戒，那得多少钱一个？哎，前两天我去商场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那个铂金小碎钻的才2000多块钱。才2000多块？哎，那个美丽她刚才说给你留档期了吗？
还留档期呢。他刚才说哎，让咱改成后天过。你说那后天那叫情人节吗？再过几天那成三八了。这你还不明白？兴许是不愿意跟你一块玩呗。谁想跟他玩啊？我也就是想让大家凑在一块热闹热闹，瞎闹一下嘛。哎，我有个好主意，干脆也照顾一下你的情绪，明天把美丽的那个小纸条也做一个记号，让你抽着。不行，那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回头你别跟美丽瞎说去。这东西，我还是比较相信命运。梆梆梆梆，命运，知道吗？爱情这东西，还得相信命运。连向命运进行一次小小的挑战，你都不敢，还命运？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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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送六号桌去啊，谢谢。梆梆梆梆。这是干嘛呀？我还以为是美丽呢，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啊，就行，他们当演员的做美容，我们这帮搞写作的就不能美美了。我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说美丽，哎，不是，我不是说我第一次见你他这样吗？哟，都拿回来了啊？哎，这贵不贵？贵啊，挺贵的。哎，你说这个葛亚军。不是明明说好了各买各的吗？干嘛弄这么贵的东西？我退出。来喽！耶，回来了。葛亚军，哎，你过来。哦，我决定退出。退出？嗯。小姚，啊，你刚才又说什么了？惹着我们若冰了？啊，赶紧道歉。不是，我说什么了？是退出。哎呦喂，你小子！瞒着我买了这么多礼物啊，可以啊。什么是买的礼物？这是我学员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们今天晚上提前给我过一个生日 party。 为什么呀？明天是我生日啊。明天是你生日？对啊，明天是情人节。你以为你是情圣啊？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呀，他说明天是情人节，每个人都有约会，所以提前给我过一个生日 party。 你把身份证给我拿出来，我不信明天是你生日。还不信？那还真是他生日。哟，那合着你不知道我们的计划？什么计划呀？啊，接对子呀。还贴春联呢。这生日礼物不是给我预备的。什么是给你预备的？这是学员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现在的玫瑰报价是每枝三十元。哎，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说是和情人节有关系的还不涨价的呀？哎，我可不知道。哎，要不一会儿你再陪我去逛逛，帮我参谋参谋，兴许能买着点什么好东西呢。我可不陪你瞎逛，我小说还没写完呢。那怎么办呢？哎，谁呀？哎，是不是逍遥他们回来了？看他们买什么礼物了啊。哎呦，呵，若冰，这是谁送你的呀？啊，给美丽的，又不是给我的。给美丽的，呵，真香。这些怎么着也得有99朵了吧？不是送给你的，瞎激动什么呀？爱
爱你的心直到永远，爱你的永。哟，真酸，99朵玫瑰，还不如送套百科全书呢。肯定是给你送的。这个肯定是了吧？美丽，我爱你的心就像玫瑰一样甜香，爱你的美。哎，这美丽还真行哈，这么多人给他送花。哎，你说这个美丽哈，他也太不懂规矩了，这又不是他们家，这是他租来的地方，瞎给别人留地址。你说这万一要是来什么坏人，就咱们俩在，咱们俩不成受害者了？是啊，这美丽也太大意了啊！去，一会儿要是再送花来，我就给他扔出去。别扔啊！哎，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我说呀，咱们俩也甭买什么礼物了，干脆把这花给分了吧。反正现在买也买不着合适的。这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谢谢你，永。谢谢你，美丽。喂，嘿，你又不在服务区啊？哎呀，白小熊，过来过来。对不住对不住，再稍等会儿行不行？这谁成想今天人这么多呀？哎，我说你情人节到底过不过了呀？过呀，没说不过呀。你看这不6号订的那个情人套餐吗？我得给人送过去，你等着急了。喂，哎呦。哎呦，这小姑奶奶，你终于接电话了，啊？还等半个钟头？啊？不是，这都几点了？喂，喂，哥，还得等半个小时啊？那我说，咱们先开始吧。哎，对对对，不行不行不行，他要是不来，咱这不是5缺1吗？葛亚军，是不是美丽不来？我们就没法抓阄了。不是，他说了，马上就到，稍崩啊！哎，小杨，赶紧，你别玩了，快坐着坐着。啊，白小熊，啊，过来过来过来！哎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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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我说小姑奶奶，咱能等会儿吗？哎，我现在可是客人啊，客人叫你都不理呀、啊？理理理！哎呦，欢迎光临，您有什么吩咐啊？坐下。你不能为难我吗？你说这么多人，就我一人忙活，我能坐吗？我叫你坐你就坐呀，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不是这么着，我站着听您吩咐。哎，您说咱干嘛，咱就干嘛，是吧？哎，下一个什么节目？开始吧，开始吧。白小熊，今天咱们这儿的气氛不错呀。不错。哎呀，那是，我跟你说，一会儿还有抽奖呢。真的？嗯，太好。不，我决定把你开除了。哎，不行。白小熊要是被开除，那咱这儿就5缺1了。嗯，哎，我觉得乐天的提议挺好的。嗯，你看啊，美丽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小熊又忙成那样，要不咱们4个先开始吧？对呀，我同意，我同意。稍等一会儿，行不行？对，那就别等了，等了那么长时间了，本来就不愿意参加。再等，那我走了。哎，别走，别走！你可千万不能走。你要是真走了，那咱这儿就真成5缺1了。哎，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若冰姐这提议不错。你看，你们4个先玩，我看情况再加入呗。好，那要是这样的话，今天晚上的单你全买了啊？哎，我同意，我也同意。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说小姑奶奶们，这么着，咱这事儿。待会儿再商量，待会儿再商量啊！我跟你说，那边客人等急了，我得走。好，先忙。哎，葛亚军，哎，把你那东西拿出来啊！对对对，什么东西？哎呀，揪啊！最后一遍啊，再打最后一遍。这个人真是战线。哎，你怎么知道的？啊，这战线。行，我就不
不信，没了他咱还玩不了了。是啊，来，早该如此。这是逍遥的，嘿，这个是乐天的，这个是我的，哎，这是美丽的，先不拿出来，小熊的也不拿出来，哎，这是若冰的，好，准备开始。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很清楚。天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各路神仙在显灵。封建迷信。开始。走，我先拿一个，我先看一看。什么呀？你的是谁啊？你的是什么呀？我这是若冰啊。哦，我这是乐天啊。我这是逍遥的。我的是葛亚军。不错不错，来换礼物。葛亚军，哎，你瞧你出的馊主意，这是什么配对子呀？这是，就是啊，要么就全写男的名字，要么就全写女的名字。对呀。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智商啊你？你们这整个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怎么不提醒我呀？要不咱们重新开始，嗯，好不好？不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大家不是都买礼物了吗？对啊，那抽到谁的，那就送谁礼物呗。哎，我那可不行，我可不要若冰的玫瑰啊。那就把男的留下，女的来抽，怎么样？行行行，我赞成，我赞成。好好好好好，我来。男的留下，女的，拜拜。我来了，我来了啊！嗯，再来。天灵灵，地灵灵，各路神仙快显灵。开始啦。若冰，你先抽啊！先抽，你先抽，这还争来争去的。行行行，我先。嘣嘣嘣嘣！啊！逍遥啊，是你耶！得喽，我让位。若冰，哎，情人节快乐！哎，姐，逍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哇塞！哟，这么大一盒子！哎，乐天，你不是跟我说你也要买玫瑰花的吗？有有有，花也有啊。花。哟，嗯，谢谢。哟，哎，我准备了两份礼物。我要是高兴的话呢，我就送那个大份的礼物。哎哎哎，乐天，我可全都听见了，你这可真够仗义的啊！要是抽着我的，是不是就光送花了？哎呀，不会不会，都有都有都有啊！我才不信呢。乐天，谢谢。不客气。哎，逍遥啊，可以啊，看不出来啊，你什么时候变成我们这儿的白马王子了？哎呀，我也就是比你幸运那么一点点喽。刚才来劲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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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节快乐！耶！死乐天，你等着！哎呦，我这500块钱，等哪天我吃你的，我让你也知道知道什么是心疼。嗯嗯，哎呦我这腰！来了。哎，找谁啊？啊，美丽啊！他们都走了。哎，对对对对，哎呦，我跟你说，今天这乐天太不像话了，让我买单。哎呦，我这一晚上算是白干了，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情侣套餐多贵吗？250块钱一套啊！好嘛，他们四个今天可是开了洋荤了，我看足足吃了500块钱的东西。我刚才跟老板说了半天了，我说能便宜点吗？老板说内部员工最多给打个8折。啊，哎，文丽，哎，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呢。啊，那个，哎，我这快下班了，你赶快过来取吧。没事儿没事儿，哎呦，情人节嘛，大家 happy 就好， happy 就好。哎，是吧？明天，文丽，你在哪儿呢？啊，要不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下班，我给你送家去。啊，哎，那也行也行。哎，那我在这等你啊。哎，拜。
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美丽，这都是我送给你的，啊，哎，拆开，拆开，拆开，喜欢吗？你愿意接受我的？礼物，啊，愿意，那太好了。哎，那个，哎，让我们把蜡烛点燃。让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浪漫的情人节夜晚。熊啊，美丽，大师，谁叫白小熊？我叫白小熊。大哥，你叫白小熊？是我，是你，是我。你美丽认得吗？嗯，美认得认得，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他说你有东西要给他。不，那就不麻烦您了啊，拿来。这不我自己给的就行，不麻烦您了。拿来，拿，拿，就这个啊，没别的了。我的妈呀！这都怎么回事儿？这是？西山西风，和风还是季风，人总在风中。哦是山是风，顺风还逆风，人总在风中。哦哦耶耶，花季是风，晚霞也是风，人总是一路随风。是风，没送也是风，人总是迎着风，耶耶。风啊风，风来我不动，风啊风，风去心又碎。是一阵风，风啊风，东风西风南风北风，风啊风，世上就是一阵风，世上就是一阵风。